听起你，今日请坐。终于到了最后的第二堂课，会忝无？好啦，各位同心，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是十月二一，过几天啊吼，以前的台湾人非常的欢喜，光复节，十月二五啦。啊，你即马上过去的课以后，你就知影，台湾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是战书，啊，战书哪有功吼？打败仗光复，敢有法听到这种代志？有啦。中华民国是打败仗的战胜国啦，伊叫日本啪啪啪啪到四川去啊，用要花去啊，因为美国的原子弹迄两粒甲弄落去，安尼日本天皇投降。所以坦白讲吼，伊番的投降实在救着中华民国呢。啊，但是呢，兵一个面伊讲吼，我战胜，啊，刷咧甲台湾人讲吼，你们回归到祖国的怀抱。欸，你已经1895年马关条约已经挂给人去了，这样怎么回到祖国的怀抱？所以吼，台湾没有光复节，啊，没光复节那天是什么节？问题是这样啦。哦，现在民进党跟你说中战，还是说沦陷，什么叫做沦陷？沦陷呢？啊，要沦，就是让你要沦陷，你若无签约，没有签约啊，就没有沦陷嘛。啊，伊讲叫什么日？台湾沦陷日。我都已经讲啊，你阁有听到？你无签约，啊是变哪沦陷？沦陷给谁？占领？有人讲占领。对，战术都爱防占领嘛，一定的嘛。全世界两个国家战争。战争以后，战书的一定要防占领，这是国际法的规定啊，战争法的规定啊。啊好，日本时代轰炸台湾的是什么人？美国嘛。啊，想来中华民国占领，那大家火气啊，是不是？美国军事政府，你美国敢轰炸台湾啊？啊，照道理，你美国来占领台湾，理所当然嘛。啊，那中华民国来给你占领？就是好，这中华民国见面是原因是对的，是开罗宣言。开罗宣言的时阵，无唔丢。1941年的12月3号，这个开罗宣言发布。但是宣言是什么物件？叫做 declaration， 宣言呐、啊，就是讲一种的主张。什么叫什么主张？就是1943年12月3号迄个时阵。伊个主张就是讲，那战争以后，美国讲啊，我们将这个台湾来交予你中华民国。即个问题来了，台湾迄个时阵敢伫美国个手头，是不是？没有呢。所以我定啊上课，我讲一个例子，你听好清楚哦。这个、人叫简医师啦，住伫桃园，啊，伫美国转来，即转来超工转来受训，可比讲简医师啦。我今日我甲简医师讲，恁听好清楚哦。两种情形，第一种，我甲简医师讲，我的口袋有一张彩票，六合彩，还是迄、那个大乐透。我甲简医师讲，明仔开奖，我若丢掉，简医师，我要分给你一半。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我甲简医师讲，我讲简医师。我等下下课，我出来买一张彩券。啊，若明仔丢掉，我分予你一半。两种情况，第一种，这张彩券我予伊看，我明仔去，我今日明仔开奖，我分你头一半。啊，第二种，我等下出来买，啊，丢掉要予你一半。这两种情况，明仔我真正中奖了，中奖以后，我这个彩券。
我若无爱予简医师，对一种个情形，简医师会干甲过，啊会赢。第一种个举手，第一种个好，啊第二种个举手，两种伊拢无法度甲过举手。各位，第一种也是甲过，理由法律上的理由在这里，我予伊看。这张彩券在我的手头，这张彩券的所有权是我，所以我有这张彩券，所以我跟他说丢到我要给他分他一半，啊，如果真的丢我一定要分他一半，啊，不然他怎么过。第二种，我出去外面买那张彩券还在奖券行，没有在我的手上，所以我跟他说这张彩券我如果丢到要分他一半，这叫做空头支票啦，这是 declaration 啦，一种的主张啦，所以在法律上，主张你要看到时候要不要去兑现，啊，被兑现就是啥，都要签条约。伫迄个开罗宣言迄个时阵，台湾即个土地毋是伫美国人的手头，无伫德迄个英国人的手头呢，所以战争赢以后，伊讲我要予你台湾，他可以不要兑现。啊！伊不要兑现，当然国际间讲求信用。啊，所以美国人不爱回，都要有理由。什么理由？你敢知影？因为签开罗宣言的时阵，蒋介石有讲答应，伊讲啥？就是讲战后中国不侵略邻迄个边仔的国家，他不侵略。啊，这是也答应的事情。好佳在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啊！当时伫1949年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革命将中华民国消灭，要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啊！1950年6月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挥军进去南韩，哎，进入韩国，佮侵略韩国。啊！侵略韩国，所以6月27号，杜鲁门宣布台湾中立。同时这一块土地派第七舰队来协防，东西有讲台湾的地位要等到最后对日和平条约签署以后才来做决定。啊，因为对日和平条约就是啥，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有讲台湾这个土地要给中国吗？没有，从头第一条到26条都没有写。啊，当时他也发表，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违反开罗宣言的宣，也对开罗宣言的啊就宣誓，对讲他不侵略，啊，这个不侵略有没有证据？有，1950年12月的时阵，1950年就韩战已经爆发了，所以1950年12月，周恩来、毛泽东已经宣布讲美国侵略。台湾，啊，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联合国改讲，你周恩来，你带团，哎，叫周恩来，你可以派团过来，一派一个叫做伍修权，率领9个人的代表团，飞去联合国，经过辩论，联合国将伊的侵略，美国侵略台湾的案子，说 no， 没有侵略。当时美国也提出一个案，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朝鲜，通过，所以美国就下定决心啊，你中国已经违反承诺，我台湾不还给中华民国，为这来了。整个的来龙去脉这么简单，不是说你开罗宣言有签没签，那个都无关紧要，重要是你当时签了开罗宣言的时阵，你说你不会敢侵略，结果你今天已经侵略了，所以在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他就没有还给中华民国。更同时杜勒斯在那个要签约以前3次去拜访日本的天皇，当时吉田茂这些人跟杜勒斯有开会，就跟他讲得很清楚，讲清楚什么，他说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已经宣布
日本的宪法在台湾这块土地已经实施，给台湾人参政权跟参战权，所以台湾这块土地已经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但是问题是波茨坦宣言里面同盟国说，日本你这么强不可以，你如果建了我都没给你处分，你日本后来 又爬起来，还要请德国同样又发动战争。所以他们就说这样日本给拆起来，给拆到几个地，北方四岛，这四个大地岛，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琉球独岛，这个也做这个台湾澎湖跟新南群岛，将这些都给拆起来，要拆什么本，这样北方四岛所有人去吃，它是放给吃的呢。这个琉球呢，因为日本天皇有写一张批，麦克阿瑟，他给拜托说，我希望琉球由你美国派军去占领。所以，因为琉球也是他登陆的，你知道琉球登陆是当时1945年4月初，那一天刚刚好台湾这块土地实施日本的宪法，同一天。当时呢，这个台湾跟这个澎湖在那时候，因为还没有发生韩战嘛，那个南韩还没有，那个战争还没有爆发嘛，所以呢，因为没有爆发，在那时候呢，美国的这个杜鲁门啊，签一个一般命令第一号，交给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公布的，在1945年9月2日，里面的第二条说，好，蒋介石代表盟军到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所以。蒋介石才因为这样，美国跟蒋介石说，你要先成立两个组织，一个就是行政长官公署，另外一个就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就是中国的军政府，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就是台湾的民政府，就是他称为中国台湾民政府。因为台湾民政府，他如果中国台湾民政府日本以后，他就要主动协助台湾人成立上台湾民政府，所以台湾民政府的名是为这里来的。所以今天因为美国没成立中华民国它没有成立，所以我们台湾人就按照战争法，按照国际法里面的自卫权，我们宣布成立。那2008年2月2日那就成立了，所以逼美国在2009年的七月初四，因为四月初到美国的法院宣判，所以7月4日我们就邀请台湾民政府在华盛顿 DC 设立办公室，9月8日叫我们在华盛顿 DC 的世纪饭店成立庆祝酒会，11月6日在台北市的欧华饭店我们成立台湾民政府的内阁跟参议院，整个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有清楚吗？有吗？你听听都不用做笔记了。哦，恁头脑算足好个呢，一流个呢，甲我同款。各位，台湾民政府是安尼来，所以台湾民政府已经成立。有人就外口有个人就住伫小话就学别人了。美国就爱写白纸黑字，你白纸黑字，你中华民国买白纸黑字，我看讲美国有甲你承认吗？敢有？没有呢。哪一个没有？10月2日，希腊人讲的台湾护照，从头到尾没有讲中华民国呢。就中华民国，那个10月2日，伊甲你讲哦，我甲看新嘛新的护照顶完印哦，什么晶片有啊？我甲看几波啊？伊我甲你讲，美国国土安全部啊，有上咱两架那个读卡机啦。我甲摕那个也做中华民国那本护照，新的护照顶完伊讲晶片那有啊？我甲读卡。没有呢，他没有晶片呢。讲北餐呢，公然讲北餐呢，所以我点了你来看，11月1日，你个骗，所以现在律师准备好啊。我就把美国律师已经请好啊，我就等他。11月1日，中华民国，伊若要入去中，要入美国，美国若讲伊有晶片，内底有写台湾，我敢讲国家可以。他们是什么？你没有晶片啊，不你拿出来看，你拿出来看，一印一个黑黑有啊，说那就是晶片啊，你看人不知道，晶片用印的就好了，你的身份证，台湾政府的身份证你拿出来看看，那才是晶片啊，
那个才是晶片啊。电话咪讲，他说伊讲晶片，我讲哦，11月1号以后啊，中华民国就完全闹毁啊，我就坐着等他闹毁。所以11月1号以后，你若台湾人要搁相信中华民国，迄条啥物物件会买在家？我你听有无？台湾人哪会这戆诶？有迄个伊个新的护照，你拿去玩看卖啊？你有无？新的你有无？啊，你有咋了？啊，买日本好，好啦，好啦。你家己遐看，后壁印一个乌乌啦。啊，你讲吼，这是晶片呐、啊。伊为安怎呢？伊唔敢真正讲用晶片呐、啊。即全世界拢你家己看，你中华民国晶片，你敢？我讲一个例吼。我伫3天前，我伫台中区甲咱个学员吼座谈会，我拢每一工拢有100个受过训个，我甲伊座谈会。有一个人伊家己讲个啊，伊讲伊伫美国去互调，伊讲拄啊转来尔。美国哪甲调？海关啊，就是移民局吼，甲摕个 passport， 你自己念念看，这写什么 ？Republic of China， 也看我写台湾没有错。顶关是 Republic， 然、啊、后拍开第一页，甲拍开国籍，写啥 ？Republic of China。伊甲迄人讲，你填你是台湾，你的护照上面写 Republic of China， 你怎么解释？我讲，迄真正是吼，解释甲吼满面吼拢老青瓜啦。啊，我都解释啊，叫华航的小姐讲，你来帮我翻译。华航小姐翻译嘛，赶快啊！啊，美国都点点跟你问啊，你上面写什么？你告诉我嘛。啊，没有，你有没有带 ID？ 身份证？有，我有带。身份证摕起来看，伊问遐遐华航的迄个翻译，敢问上面写什么？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怎么翻译 ？Republic of China。啊，这是台湾的 China。China。中国人啊，你明明是中国人，你搁甲美国骗讲你是台湾人，害啦！这些大事大条啊，叫去边啊，把你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都提出来，有钞票，中华民国的钞票，来来来，这个上面写的是什么？你的钞票你也提看麦啊，电管下下，中华民国，话别说嘞，等两点钟够了，要甲遣送回来了。啊，经过华航讲几波，终于安那，让伊入去啦。啊，这种情形，我礼拜四的时阵啊，两个，因为我要演讲，啊，看到消息来，这款的情形啊，11月1号以后，你哪种用迄个电子签证入去的，伊会甲你刁呢？伊哪看你不顺眼呢？来来来，请你给我看你的 passport。你的 passport 的领馆，你拿下 Republic of China， 你就犯了，那犯罪呢？你诈骗，你骗美国呢？但是你哪当改穿呢？那两个人要回来的时候，海关在后面跟他说什么呢？你们台湾政府已经有身份证发了，你怎么不用呢？一莫名其妙，我从来都不知道啊。回来一上，马上上网，哦，有啦。台湾民政府啦，虽然不是台湾政府差一字嘛吼，马上开回来啦。迄天讲过，马上甲酒店讲报拜托，我有啦，我有1000块啦，我要参加啦，我要申请啦。各位，美国伫甲恁斗三工啦，台湾人67年来，通通都不知道啦。到今日为止。您来上课了，您知影讲哦，原来中华民国甲台湾是不一样诶。但你也看民进党遐高赞诶，蔡英文上台讲就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哦，安尼全台湾大家欢喜噶，美国嘛欢喜，伊去美国嘛安尼甲讲啊。那结果咧，10月11号，伊伫高雄诶劳工中心，伊讲啥？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我讲美国当倒啊，这款就是什么思想？台独思想。这样尔简单的代志，所以十一月初一开始，美国一定会帮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忙。到迄个时阵啊，就愈来愈清楚啊。外口虽然伊今日还阁唔知影，但是我甲各位讲，你去甲人讲时阵啊，你莫含人烧债啦，唔免甲伊冤家啦。伊若不爱相信嘞，你就甲当作伊是一个绿苹果，你行甲慢来袂食嘞啦。这粒苹果就安怎？爱互伊红，啊要红爱安怎？爱家教育就是肥料啦。啊，这肥料是啥？正确的台湾历史做肥料，安尼伊这个苹果才会红啦。你讲对不对？对。但是各位，咱拢已经红啊。你这边这三天内底，你已经红啊。但是台湾的论述真深，还要在一点时间、啊、在高级班里面更、啊、进一步更深入的去了解，你才会完全懂得台湾的地位。但是说这样说啦，有很多年纪比我较多，其实我在说这个、啊、他都很快就了解，少年也不了解呢。少年说你讲的代志跟我课本拢无同款呢，我课本不是这样写呢，所以我常你讲嘛，你做一个台湾人，我若甲你问讲啊，台湾的民族英雄有几个，你讲不出来。甲你讲中国的民族英雄有啊，嚯，你嘛讲一堆啦。甲你讲中国台湾的地理，你唔知影啦。讲中国的地理，大家背较好个。这就是啥物？我咧讲的红蚂蚁跟黑蚂蚁，生物界内底有这款的代志，我真愿意讲哦，伫这节课内去讲一寡这款的真正伫生物界内底发生的代志。生物界内底有一种红蚂蚁，这种的红蚂蚁嘛真歹，但是拢无要做工课。啊，黑蚂蚁足认真足拍拼，敢那牛嘞，去外口捡粮食，倒来放喺洞穴内底，啊，规矩矩矩。啊，传宗接代，生迄个蚂蚁的王啊，生几个卵，啊，伊就将这卵甲抚养，啊，会较大，啊，就直直扩大。黑蚂蚁是做啥物代志？黑蚂蚁啊，成群结队，就伫上，哦，叫一个黑蚂蚁的洞穴，冲入去，将黑蚂蚁拢杀死。了后呢，将这黑蚂蚁伊的体液，就是体液就是啥，就伊的味啦，身躯顶的味啊，甲抹去伊家己头身躯顶，啊，然后呢，将这个红蚂蚁、将黑蚂蚁的卵啊，来扛登去阴道坑，啊，或者黑蚂蚁的卵啊，变作蚂蚁，啊，然后开始奴隶，这黑蚂蚁，改做工，因为伊身上的体液啊，迄、那个味啊，甲黑蚂蚁同款。我讲这个唔是故事哦，这是生物界实实在在哦。啊，是什么意思？黑蚂蚁就是表示跟台湾人同款，红蚂蚁就是代表这是中国人，中国人来先用教育给你骗，各位都是我的同胞，你跟认真想，1945年到今日为止，什么时阵中国人将咱当作同胞？无呢？但是伊利用咱台湾人他们去做兵。伊甲你讲同胞嘛，啊，你同胞都爱国嘛。其实伊是红蚂蚁啊，伊是中国人啊，但是假先讲伊嘛是黑蚂蚁，因为伊身躯的顶的味啊，甲你个同款啊。啊，你做工啊，你交税金吗？甲黑蚂蚁去做工去饲迄红蚂蚁，完全的一模一样。你做工，你交税金，你做兵替服役。伊要买军费，咱就甲出钱。但是实际上，伊一直退步。中华民国伫国际地位顶面，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
啊，你唔知，迄、那个慢慢咧摕，啊，美国咧甲你斗三工，你看不清楚。美国讲咱斗三工，美国讲，哎、欸，啊，你美国咱歪讲，美国讲我唔是歪讲啊，是我讲你听无啊？啊，真正你听无呢？美国甲你讲 ，Chinese Taipei 参加国际贸迄个世贸啊，一名叫你用 Chinese Taipei。哎、欸，用迄、那个，唔是用迄、那个，迄、那个独立关税领域，独立关税领域，他们讲李登辉嘛听无，也不知道什么叫独立关税领域。有一天李登辉甲我叫去啊，甲我问啊，哎、欸，林先生，你讲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我讲啊，你这不是当时叫蔡英文去签的吗？伊讲是啊，我问蔡英文，他也不知道呢。啊，什么叫独立关税领域？其实关税领域啊，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分离关税领域，一种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台湾是分离关税领域，是跟谁分离？跟日本分离啊。金门、马祖是独立关税领域，向谁独立？向中共。啊，什么叫做关税领域？独立关税领域还是分离关税领域？这个关税领域就是占领区的代号了。美国跟西班牙战争，美国去占领到西班牙，美国跟墨西哥战争，美国去占领到墨西哥一个城市，一个港口，那个港口的人，他说这样我税金要交给什么人？我要交给你占领军，还是要交给那个原来的墨西哥？啊，就开始搞。美国人，这他们说墨西哥人也很巧呢，他不知道他用搞的啊。咱台湾人袂晓啊，袂晓讲用过呀，都硬拼，所以就是示威啊，示威嘛无效，你行街路嘛无效，啊，即拢无效，大家讲啊，无来革命，讲革命搁较空啊，搁较戆啊，无要革命，你去革命，咱无爱了性命啊，我不浪费生命啊，即、这个独立关税领域，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讲，即、这个都市。就用独立关税，用迄个独立关税领域来代表，所以税金呢，唔免交予原来德国，哎，迄个墨西哥嘛，免交予美国，是交予因家己成立的这个墨西哥的迄个民政府，对，拄啊开始的时阵，这个组织，这是国际法内底物件呢。台湾既然是关税领域，表示讲台湾还在占领中呢，啊，问题来了，谁占领的？美国在哪里规定？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3条规定，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啊，因为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它可以委托给第三者来占领。所以，在一般命令第一号的时候，将这个占领的权利来交予蒋介石。啊，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时阵，都用独立关税领域，其实要用分离关税领域才对啦。但因为金门、马祖佮包含伫内底，啊，所以伊讲，啊，佫是中华民国，所以伊用独立关税领域。啊，参加世界组织用 Chinese Taipei， 这是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台湾人袂晓翻呢。Chinese Taipei 哦，中国台北啊嘛，翻中华台北，就是不要翻讲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这不是我创造的呢？你去库克二世，你个拍里边看麦啊？有 French London， 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 ；Belgian London， 比利时流亡政府在伦敦 ；Korea 上海，那个朝鲜的流亡政府在上海。敢那独独请你台北不要解释，各位，美国讲我已经做这么尼啊济工课啊，啊，甲恁讲啊这么尼啊清楚啊，啊，你台湾拢未了解啊？台湾读英语的敢未少？未少嘛？台湾读博士的敢未少？嘛未少嘛？你受着中国国民党这中国人的文化、伊的教育了，你就不要翻啦，啊，就变成御用的学者，啊，那也要翻，上者也要翻，你讲啊？但我就知道台湾的地位很奇怪啦，啊，但是我都不知道原因啦。
啊，虽然很奇怪，很不知道原因啊，民主选举、总统选举已经逐渐演变成了独立的国家。世界有这个法吗？要有惯例啊。渐进法里面没有一条一条一条。什么叫做渐进法？渐进法是包含五种。第一，海牙第四公约；第二，日内瓦和平公约；第三，红十字会的章程里面有关战争的部分；第四，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第五，美国陆军总署野战手册3000几条。把这些东西啊融会贯通以后，你就发现台湾的地位清清楚楚。台湾的地位是怎样？美国也是照这个去做，全世界都照这个去做。你不相信，你自己去新加坡，你出国去，所有国家都知道说中华民国绝对不是在台湾的政府。台湾人不知道啊，你只会说、啊、我拿到那个护照、啊、也去东南亚，我们就看他不去，我们就进入他的国家、啊、就要另外排队呢。是怎样？你是流亡政府啊，啊，古早更加过分呢。古早你是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护照，日本要让你签证，没给你转到他们的顶管呢，因为那个护照他不承认嘛，你就流亡政府要拿一本去，他给你转到纸，让你纸在大理顶管，本来美国也这样呢。啊，后来也是、哦、便宜行事，才给你转到顶管呢。啊，本来流亡的中华民国也想要就地合法，他也笑想到要害呢。李登辉啊，他是他们说、哦、我是李登辉自由会的全国总会的秘书长了，我今天还是我没有下任呢。所以李登辉先生他一直说他想要将中华民国要就地给合法，美国没有答应呢。那当时他说要废省，你不知道会得吗？但是后来这样老人老到后来没有废省，变成动省。为什么？台湾省如果去废掉去，这样中华民国就就地合法。但是美国说、欸、流亡政府不可能就地合法、啊、所以要怎样？要将中华民国他是一个流亡政府，这个事要让台湾人知道，但台湾人不知道，所以他说不可以废省，只有能够动省。动省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组织还仍然存在、啊、所以我们现在还在了解呢，现在有一个台湾省咨议委员会呢，里面要有咨议委员呢，一个月都领几十万呢、啊、领几十年呢、啊、省政府的作为办公厅原封不动呢，都没叮当呢，那些建筑都在那呢，你不觉得很奇怪？他也不会跟你说啊，啊，什么人跟动工不可以废省？美国啊，美国 no， 你不能动省，你不能废省，你要做顶多就是动省，废省就没去啊，动省是还在了底啊。李登辉原来的如意算盘就是说，我先将这个省都给废不去啊，中华民国在台北会自然的合法。美国不是戆人呢，所以中华民国这个组织既然是流亡政府，国际法有规定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绝对不能就地合法。你如果能就地合法不得了，当时的法国在伦敦的时候，他如果要就地合法、啊、就那块土地变成法国去了。吐蕃西藏的流亡政府在图兰沙拉，他如果要就地合法、啊、就印度就变成西藏去了。所以流亡政府绝对不可能就地合法，所以中华民国一直在笑想就地合法，我跟各位保证100%不可能，一点点可能都没有。美国要照国际法走，我跟美国说得很清楚啊，你按照国际法走，你走错我就告你，这法律是你们定的呢，不是我台湾人定的呢。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认为自由啊动省不敢废省，所以
迄、那个新政府还佫伫咧呢。这个新政府后摆就是啥？我直接预测予你听啦，就是台湾民政府要去的所在啦。喂喂，听随听呢，莫有一挂反应，敢毋是？哦，话你拢足认真，安尼听到目睭大落去，啊，嘴连要开起来。各位，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有法律根据。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绝对的，合乎国际法理。啊，中华民国嘛唔敢甲安怎？你敢看就知影。因为2006年十月二十四，过美国到今日，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中华人唔敢来叮当咱呢，伊喜欢来唔敢叮当。我跟你讲，我只要预测给你听，伊来甲我暗杀。假设啦，因为足侪人吼，我即摆拄着当心嘛，哎，你要注意啊，叫我暗杀呀，我上好甲暗杀。啊，那暗杀你家己安怎？过灯光哦，台湾民政府就起来啊！啊，你免拍手呀。哎、欸，你拍手嘛唔对呢？哎、欸，你拍手是做秘书啊？我叫暗杀掉的，无要紧啦。那暗杀吼，啊，台湾政府起来没有问题，我愿意。你弄个，啊，你款的想法都唔对遐啦，真正啊，我一人牺牲爱站起来，啊，有啥物歹处？那你健健顺顺真好啊，免烦恼外电脑内底吼。我有写真侪牌皮书、建议书啦，阿摆安怎行？因即摆还阁足侪代志，我不爱讲无啥啦。因为台湾人太闽个戆啊，我只讲伤紧哦，你是听无啦。吼、哦，啊，这好不容易，即摆已经2000几个人听有啊，哦，来受训了，啊，渐渐人直直坐起来。啊，中央没有足紧张的呢，啊，媒体拢封锁呢，媒体拢封锁呢，不爱互你知呢。你啊看所有的媒体。台湾民政府伊拢歪报呢，有啦。咱前迄个逃犯的时阵哦，甲报一摆中天呐，甲他讲一摆尔啦，啊都无起呢，好奇怪啊！啊，迄、那个 TVBS 报两摆，讲诈骗集团，啊，但这两摆啊都无起呢。我讲哦，拜托，诈骗集团紧报，搁报，两摆，报两摆尔。啊，东森毛报，一周刊一件事毛报，哎、啊、那。东森跟一件事比较持平，其他不爱跟你报啊，因为伊惊啥？伊惊讲，让台湾人知影，台湾人也要思考啊。台湾人想想的讲，哎呦，台湾民政府讲的这个对啦。过去你无多解说，你拢伫台湾民政府内，你拢找到答案。所谓台湾，拢可以经得起所有的检验，所以一变就安啦。伊要甲咱模糊这个台湾民政府啊，两件代志，台湾拢过去就是安尼啦。国民党要甲你啊做污蔑，还是不管要甲你啊做打压，拢用两个代志你就倒啊。民进党甲今日嘛是同款啊，两个代志，第一个用钱，讲你什么骗钱啦，你什么钱啦，拢甲你讲钱对不对？好加在呢，台湾民政府未开始到今日为止。没有募款，你办募款哦，民政府不？你办不？你哪办？你举手我看，讲你募款给台湾民政府，没有一毛钱吧？讲你诈骗集团，伊用即马中国人的诈骗集团真多嘛？啊，用诈骗集团，你恐吓这台湾人嘛？啊，迄诈骗集团，啊，你来甲问，我拜托你甲问，请问你去用骗偌济？啊！我咧诈骗集团无甲你募款，煞你去开几啊百万去登报纸，有这款这戆的诈骗集团吗？有吗？应该没有吧？钱用钱嘛，用钱甲你抹黑嘛，好加在呢？美国老大就甲恁讲呢，你们不要募款，你们一定可以办得很好，我们真的办得很好啊，41届啊。我们没有款啊，报纸顶到要害啊！那是建车嘛，7架车伫外口咧走呢。第二点较简单，就是女人，即个政治人物大部分拢查甫的，啊用美女的计策啦。啊，即个那
把握不住的就去了。所以我常常跟我们所谓台湾民政府这些所谓干部，我们这些人说，你如果要插这个事情，你就只有规规矩矩的一个女朋友还是一个老伴就好了，不是说一个女朋友，不是做会啦，你没有结婚的那你女朋友啦，如果结婚的就是一个老婆就好了啦，不要带很多啦，一个就好了啦。啊，好吗？好吧，啊，好的举手，都要遵守啊，都要遵守。哎，不举手的男的是什么意思啊？哈，那就有企图啊。好，啊，那违反那会巴肚疼的。咱台湾民主有希望讲，台湾人后摆有真好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咱台湾人绝对做会到。台湾人有真好的体质，真好的气质。台湾人自己不知道，台湾人是很故意的，白部中啊，一般就是都故意的，人说什么都相信什么。中国人就利用你这个缺点，从头到尾把你骗。我再说一个例，台湾没有光复，1945年的10月25日，那一天投降的时候，在中山堂啊，挂的国旗是什么旗？四支旗啊，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华民国。啊，旗啊挂在正中央，啊，伊讲日本向中国投降。理论上、法理上、逻辑上，拢讲不通了。当时上该注意的，你以前嘛无注意，迄、那个伊伫外口中山堂的旗啊，迄、那个相片内底，两支的美国旗藏伫内底，你来看卖啊。那个你把它找出来，我相信这张图你拢看过，但你拢无注意。你有看无？台湾光复有啊？你来看，有三支旗啦，三支旗美国的国旗啦。这个所在有啊？跳一支美国旗有看无？有吧？有吧？会较大声的啦。啊，这嘛一支啦，但是看无清楚啊。啊，个正中遐嘛一支啊。你有看无？这张图是1945年10月25号，就是今嘛要搞的10月25号，伊家己公布的底啊，他的图片呐、啊。后下讲向中华民国投降，啊，顶冠拢挂美国的国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张图你头一摆看，你举手我看，你头一次看到，哦，你看伊判了有偌功夫就好。啊，嘛足侪人，我看几下摆啊！我讲你看看，只有三支美国国旗，你毋知啊？你毋知嘛？各位，伊写啥？台湾光复。啊，你台湾光复顶悬上界悬的所在用美国国旗。啊，该写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会场。台湾不是中国战区，太平洋战区呢？为头一天就把你骗到今日，啊，你有相信吗？我相信，对不对？中华民国真真正正，白贼话为头讲到尾，啊，讲到今日，啊，搁一个足侪台湾人，啊，搁做个戆腿的。我常哩甲因讲哦，腿阿面啊，你替中国人做代志，真正是安那？都叫做请鬼摕药单啦，啊，所以有个人在维护中华民国呢，啊，中华民国伊即马安怎？伊知影讲伊的地位，伊是占领者，啊，所以啊，伊甲你用选举的，全世界无人讲选举吼，选掉的人啊，佫有30块好通摕啦，没有啦，我甲美国讲，美国不爱相信的，我阿不你去问，你去问问看，有30块摕怎样的牙齿我看。哦，你拢知影嘛？啊，你拢退呢？你甲当票给伊，啊，搁回摕30块。你去当票，惊老公无给你就足惨啊！都爱搁给伊30块呢。啊，中国国民党，遐中华民国坐你后壁咧笑诶！啊，即个退下面啊，过来啊，过来啊，搁摕30块给人。世界上没有这一种例子啦。动算的人会用摕30块没有？啊，是安尼要用30块，所以这民进党要算嘛。
我选无掉嘛，无要紧啊，我都有30块好摕啊。蔡英文选无掉，摕6609万乘以30，做1.8亿多万啊。小小的跌落，啊，你有推无？有无？啊，唔敢讲呢，你看推都唔敢讲呢，啊，你无推吗？各位较勇敢的啦，你爱家己承认讲你是推啦。爱承认讲你从正面，你战败啦。你若无承认讲你从正面，你战败哦，你就永远不得翻身啦。你永远当黑蚂蚁啦，替红蚂蚁做工啦。欸、我无必要拍破哦，你家己拍啊。所以我跟你讲哦，你若了解以后，你就知影讲要安怎行。其实台湾人很无奈啦，啊呐，你唔捌英文啊？欸、我讲唔捌英文是正确的呢。美国安怎甲你骗你台湾人？其实所有的台湾人伫英文来讲 ，people of Taiwan, people on Taiwan， 你也要分无？你分未出来？旧金山和平条约 ，people of Taiwan， 上海公报 ，people of Taiwan， 建交公报 ，people of Taiwan， 817公报 ，people of Taiwan， 这三个公报拢是中国甲美国签的。但是在台湾关系法里面说 People on Taiwan， People of Taiwan， 台湾人， People on Taiwan 也是台湾人啊，哪一种是台湾人啊？ Of Taiwan 是本土台湾人啊， On Taiwan 就是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包括那一些中国人啊。所以美国说台独代表战争，不可以公投。为什么不能公投？你听谁的意见？两种人啊，2300万来的，2300万是中国人啊，啊，2000万才是台湾人啊，啊，你公投是要听最人的意见。所以他说你不能公投啊，啊，你不能加入涉国际有牵涉到主权的组织啊？为什么？因为台湾这个土地的主权是什么人遐？日本天皇嘛，啊，选了日本天皇，你也许不相信也。承认，但是没有办法呢。因为《马关条约》里面是天皇、皇帝挂给天皇的呢，永远割让呢。啊，就这样和平条约26条里面，没有一条是对天皇有所处分的。所以天皇的物件到今日为止仍然保有在日本天皇那里呢。中国不知道吗？我跟各位讲，中国知道。2009年12月15号。习近平去拜访天皇，经过美国的安排去跟他讲15分钟。伊甲天皇讲：“我即摆中国有钱啊，我来甲你买台湾。”伊哪会用买？世界土地的取得，第一用买，第二用战争诶。啊，战争嘛无法度呢，因为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以前在1830年以前用战争，那占着就变做伊诶。那叫做并吞啊，并吞已经在国际上面已经不存在了，不可以的。啊，这人未当移转主权，在1830年的以前所定的是啥？殖民地可以割让，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能割让。跟那人体同款，你的胃、你的心脏、你的肝、你的肾，那个肺啊，未当割给别人，神圣不可分割了。啊、所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你就不能割让。我跟你说，中国在2007年开始，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叫武汉大学87个国际法的专家博士去研究战争法。因为我开始在创战争法的时候，他们也开始研究写出来，他们出一本书，就是战争法，国际战争法的书，这大本我有拿到，来这说下一模一样，独独台湾这张啊跳过去。所以外当刚刚讲一句话，中共中央已经知道台湾永远不可能被中国拿去了，对不对？对，这来打破啊，合情合理。已经知道，所以自这个3年前开始，他中共中央这些人不要再讲哦，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领土，已经没讲啊。这不合，完全不对起来嘛！因为讲这句话，让全世界笑嘛。伊即马讲啥？核心利益 （core interest）， 什么叫核心利益啊？
天然人也是我的外租地吗？啊，就核心利益啊，我有个核心利益，核心利益不是法律呢。我跟你讲，美国跟中国讲得很清楚，你如果要在世界上要崛起，要爬起来，你要遵守国际法。你如果不遵守国际法，你就永远不可能。特别说最近航空母舰两架三架都已经出来了，希望战争啊，那战争到底中国绝对拆出七地还是九地啊，如果中国没拆拆的，我看他自己睡不去啊，但是呢要叫他战争他也不爱，他没乱说呢。我胡锦涛我哪要战争，我万一战争我是说中共中央的主席呢，啊，我爱台湾干嘛？那小地啊，台湾这块土地顶完哦，拢有一挂台湾民政府在导弹，不要了，我不要台湾了。中共中央在今年年初，家己开会，家己讲的，我已经消灭民进党，但是现在有一个组织比民进党强10倍的组织起来，台湾民政府，后面是美国军方，答对了。不要紧啊，后面美国军方就美国军方啊，我不否认啊，我承认啊，美国军方在我的后面啊，不在那边啊，啊，上帝在战啊，我如果在这里我让他挑战啊，你来打嘛，你来打台湾试试看嘛。中华民国用媒体恐吓台湾人，哦，一直在航空母舰哦，哪里啊伟大的航空母舰出来顶管无半架飞机，美国的航空母舰一个出来，航空母舰顶管拢做飞机，啊！伊只航空母舰要创啥？跳舞？有可能哦，有可能哦。是安怎讲呢？伊的航空母舰啊，有一千名的军人啊，其中呢有100名的艺术学校的女生呢，身上水当当呢。你这边创啥？我想无咧。美国的航空母舰一架船内底6000个甲7000个，千个甲7000个，因一天去食迄个食物啊，差不多10吨啊。啊，中国吼1000个食的食物啊，嘛是10吨啊。你听有无？啊，你来袂笑？大刚你食1000个食10吨，啊，美国的6000个食10吨，你只航空母舰要食用的嘛？每天就是吃嘛，啊，无代志好做啊。1000个食10吨，人美国6000个食10吨一天呢。你讲航空母舰要饲遐简单哦？我甲你讲，2018年以前，航空母舰这架航空母舰绝对袂当使用啦，啊嘛无多使用啦。讲者，飞机要飞，伊都唔知安怎飞咧。你就是讲航空母舰顶员飞机发动啊飞啊就飞出来吼，有遐简单无 ？No， 迄短短的500-600公尺飞未起来呢，伊就爱美国的航空母舰啊，爱用蒸汽啊，以前是用弹簧啦，即马用蒸汽搁较准，甲塞，伊才飞出来。即只敢那灰姑娘呢，整啊水当当安尼啊，无效啊。啊！伊飞机吼飞出去吼，要转来无？哎呀，啊要怎啊转来？转来的时阵，伊个配安那，啊个有一个迄个拦截索啊，甲勾勒有啊，这恁捌看过嘛？对不对？迄条伊中国做袂出来呢。所以美国伫怀疑讲吼，伊顶管有放两只，还是三只的迄个做歼15迄种的飞机吼，伊个怀疑讲是用起重机吼，甲吊起来。啊，那叫做航空母舰。啊，那一架航空母舰偌济钱？$2000万。啊，美国一架航空母舰偌济钱？$59亿。是咩啊钱啊？迄只是专门要来吓台湾的呀。所以，迄阵讲要用私人，迄名要好私人啊。即摆叫啥？辽宁、辽宁啊。啊，本来叫啥？四郎不是啦，我讲吼，瓦哎啥？
瓦良格啦，哎，瓦良宫啦，哈哈，不，这句话是咱台湾人较好个啦，台湾人足厉害吼，拢会晓较乌白较好，啊，伊听个卖死就会死，啊，但无咱个法度，所以各位，这只毋是航空母舰啦，这只人原来要做啥海上旅馆啦。真正要做海上旅馆，本来设计就是海上旅馆，所以伊本来的引擎哦，乌克兰已经将迄个咧引擎顶遐物件拢甲炸掉啊，啊，所以伊来拍卖啊，炸掉哦，中国吼甲拖转去，伊敢若拖为甲卖掉吼，啊，甲拖转去啊，用一年半呐，那用一年半，全世界拢甲抵制，拢甲拖，伊敢若要经过迄个苏伊士运河啊。就不太好啊，所以他只那一只吼，只听伊讲安尼拖拖拖，年外才拖等于大连啊，安尼阁开2000万啊，啊，所以你也看吼，中国你讲伊的武装有好无？我甲你讲，中国虽然有1000粒的飞弹向台湾，你也知影飞弹要飞安怎飞？三种，一种。用雷达，迄个叫做机械式的导航。因为一般吼，飞弹拍你，哎，先拍到外太空，啊，才落来。啊，那机械式的导航吼，那瞄准总统府哦，啊，才拍到咱家啦，根本拍袂着啦。啊，那拍嘛无要紧呢，你知影迄一粒飞弹吼，拍落去上侪呐，一个坑洞啊，一个坑洞，啊，一个坑，而且啊。心理上害怕了，哦，安尼尔啦，啊，所以呢，伊不管你有几粒，无效啊，啊，伊若要用迄 GPS 的时阵哦，伊的天上的12粒的迄导航的卫星，迄拢送的美国的啊，你别怕，美国将身上的卫星拢关起来 ，shut down， 变成冲天炮，伊家己欣赏就好啊，所以。虽然美国从现准时中华民国内底预警机4架甲收转去，将伊个飞弹甲收转去，坦克车甲收转去，你个根本都唔免武装嘛，台湾呐、啊！啊，若有代志，美国轻轻猜测要甲你报，很简单呐、啊，航空母舰拢伫你边啊呐。台湾人唔知惊啥，逐摆人问到这个问题，讲啊。中国会不会同意？那么发新闻简讲，跟你讲啊，中国会不会同意？我、啊、中国跟这有什么关系？领导要买几架平安咯？领导隔壁讲，你要去问你家隔壁讲，他会不会同意？领导若要买平安咯，爱去问领导隔壁会不会同意，请你举手，有无？啊，若无的时，啊，咱台湾要创啥，都爱去问中国会不会同意。同样的理论啊，完全一模一样啊！现在大家讲是讲对呢，台湾是中国的，啊，是原来中国的。清朝的时候挂给日本，啊，清朝的以前是中国的，歹势！你来看清朝的地图，来，清朝的地图，台湾的地图，你来看麦啊！清朝跟我台湾没有呢，来，你看清朝是不是有台湾？这样站，你看就知影啦。迄当然，台湾的地图是啥物嘛？敢那一只蚕呢？你有看无？迄叫啥？台语讲啊，牛啊有啦，有人讲牛啊，有人讲啥蚕啊，啥物番啊？啊，牛啊啦，好啦，牛啊啦，啊有生牛啊无？有啦，有生嘛？是不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要讲遐个代志吼，爱甲看这个事实啊，这就是这清朝的地图嘛，没有错嘛。清朝没有台湾呢，按你讲，中国神圣不可分割啦。所以你讲台湾人是不是推阿民？是不是？俺唔敢讲呢。是不是推阿民啦？是。是啦。国民党骗你的啦。对啦，国民党骗你啦。啊，耍你民进党耍你骗，大家都骗。啊，为着政权啊，30块。我听你讲哦，台湾呐，这样艰苦，就是为着30块啦。我甲即爿美国即爿才知影呢，啊，啊就30块，我无怪我叫规部讲啊，莫去选举啦。然后我甲妈讲，嗯，
啊嘛卖选，啊是拢互着国民党调了的，好调。波罗的海三小国人伊安尼做的呢，苏联甲占领，改办一个总统选举，波罗的海袂去选，干那三城去选尔。罗密伊波罗的海民政府家己办，高城到去等，含苏联都同意。你台湾做会到无？袂啦，做袂到是安怎？18%就无同意啊！国民党真巧啦，伊老早就知影讲，有一天你台湾民政府若起来的时候，我就死啊啦！所以用18%，啊，即个台湾人就看讲，你台湾人心是藏伊倒啦。有18%，民政府之前我18%也无伊呢。军公教人员。含退休都照常会当领三节的奖金呢，迄种买票呢？哦，所以你民主选举，你喜欢民主选举，选举啊，台湾人家己选啦、啊，互你家己选啦、啊，这无公平嘛！18%领的人，难怪我嘛不要啊！我就坐到厝的，我就钱好人领，我那边那要换政府，所以有的人跟你讲哦，为什么要换政府？公银、公家银行，遐所有行员13%，18%的公务人员40万，啊，18%的公务人员、军公教人员，即马军人拢要卖啊，迄是没有错啦。啊，公银呢，上届讲的就是黑蚂蚁这些人啊，继续做工啦，继续缴税啦。啊，你讲这伊家讲哦，挑拨族群分裂。伊也无啊，随时几啊点伫遐咧准备呢。啊，你变安怎？消灭了。家己会，我们会被消灭了，不是消灭掉他们了。但是各位，你会当放心啦。咱好佳哉有这条路啦，台湾民众有这法律这条路啦。我知影恁处理要讲有一些困难，嘛无简单讲，但是不要紧，好佳哉。比如讲，你讲你有4000个人受训，41万的人领到身份证，我尽款还你，安好冇？咱在座所有人，你拢有责任。你会知影呢？你来受训6000块、10000块，唔是台湾民政府收去呢？咱讲用这个所在，啊，咱讲食10顿，咱讲用米皮，人迄个米皮。这个做民情，给你创好福利，本来爱付钱呀。啊，有人讲哦，我足爱台湾，但是我无钱咩啦，安尼无要紧，继续过去赚，赚到你有钱的时阵才来就好。我去讲伊嘛真公道呢，但是你若愈来愈慢的时阵吼，系中华民国消灭，即摆大学生一个月赚来滴18000块，还佫不一定有呢。咱现主席，咱台湾。民政府的中央啊，还阁有欠人，一个月25000块，但是歹势，我爱较少年呢，日语、英语拢爱会晓，25000块刷落去一定爱带一只，一礼拜休2天，是安尼休2天，袂当安尼乱乱说，因为你即马是中央在做工课，会去用影响呢，会甲你收买呢，一寡机密。所以歹势，你会当带伫遮，只只食饭，啊，只食嘛，甲恁食拢同款啦，也不会太差啦。所以我有欢迎讲你的主题，是毋是家己本人？你可以来我们这里应征，咱的官网、电管拢有写。我将佫欠15个，啊，这15个呢，会甲你派去日本，派去美国，派去澳洲，拢公费啦。啊、黑熊部队很快的，这120个，马上要再集合啊！咱本来有100个，咱要再120个，11月，估计才12月是过年迄个时阵会派去日本，这220个派去日本。啊，黑熊去的时阵，所有费用咱民政府负担，你敢那家己负担来回机票，大概12000块左右了，剩下呢拢总咱负担。但是，歹势哦，规定少年呢，
有人讲啊，我会使，我很年轻啊吼，啊体力嘛真好，歹势。啊，这黑熊部队是要创啥？后摆要接管警察。啊，220要接管警察，敢有可能？绝对无可能。但是这220要安怎接管警察？派去各所谓派出所，没派出所啦，分局做督察，派一支枪。中央若命令警察局安那，警察局长若无爱做，当场甲换掉，你有权利。你若无爱做诶，薪水甲停。警察薪水停，伊要阁做啥物警察？做督察，就是要做这个工课，就是黑熊部队。啊，咱讲后壁。美国海军陆战队有9000名到12000名会进到台湾来，所以你今讲无武力，免武力啦。咱家己有一挂美国人会甲你做兵啦，啊，你今乌刀免烦恼啦。你唔相信？民政府呐执政，这乌刀若要走甲空空，我随在你。安怎讲？变形。我不要甲你关啦，你放心啦。我乃就讲甲你饲。佫叫人甲你顾，佫起厝互你住，我无遐戆呢。变成拍拍呐，等于大家伫国家牛高牛赛啊。啊，若拍无够，一个月来一摆，你佫犯罪我看嘛，对不对？这个无唔对，这是我，安够行？有人吼、哦，少年多谢你。但是我睇你遐资料是假啊，我先甲你讲啊。那资料不是真的，所以因为那個火罵那不是真的，這樣比較不去用了，冒用了。不過我現在我這個相片到處都是啦，冒用也不好。所以有很多人這個一幫子你說我的壞話，你只要問這句話就好了，你認識他嗎？沒人認識啊，不認識你怎麼可以講他的壞話？所以各位，其实为2005年拄啊开始，为2002年的6月29，我偷渡金门，走正个台。他们讲为迄天开始，其实我去走上这条路吼，纯粹是属于偶然，也不是我故意的。再走一次，我不愿意的。这条路很艰苦的呢，我拿到，我主要去读那个战前外孙，我讲良心话，我不是说为了救台湾，我是为了说，读博士比较简单拿啦，我是日本名城大学，因为读战前外人很少，但是读战前外人没分好吃，不能忘记，但那个时候呢，我在开补习班啊，我很赚很多钱啊，补习班老师各国都学文教科都博士啊，我不弄个博士，我怎么去压他们？所以呢，我去读博士，原因是这啦。啊，走回来以后，李定辉才甲我讲：“林先生，你读个啊，你呢读战前法，你若要将这个战前法放在啊做台湾的地位来滴。”我讲免啦，咱当梁志甲黄昭东能写好啊，那他着我啊？无啦无啦，你也甲放来看麦，我甲你介绍一下何瑞元。啊，那我叫熟悉啊，现在吼，网顶嘛，足侪人讲，伊甲我介绍何瑞元，甲我熟悉呢，很多呢。我甲各位讲啊，介绍我甲何瑞元熟悉，系人姓侯啦，迄人伫北社啦，伊我一摆去北社开会，伊甲我介绍。啊，出面若讲伊甲我介绍我甲何瑞元啦，迄拢讲白贼，拢我白讲诶，因为这个侯先生啊，伫我的台湾最终地位第二册内底有写一个叫做自序的，那个序文内底有讲是他，其他人讲伊介绍我甲何瑞元熟识，拢乌白讲。那这个整个论述，何瑞元的起头是没有错，一起头告对，台湾仍然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然后去找这所谓条文出来。美国的 CIA 美国的国家档案提供的资料了，
不过吼、哦，提供资料偌济啊，加我一个人的两倍啦，拢原文啦。你来读看卖啊！你若无讲读到两个目两蕊目睭烫烫，我随在你。拢原文呢，啊，太太就讲画出重点呢。啊，即摆即个在讲迄个讲个，我敢若变遐你变袂完啊。但他们讲我是很有耐心的、啊。经过的台湾论述讲好、读好以后啊，我跟你讲，我真正我伫这个所在吼，我不打诳语，我坐伫电脑头前哦，目屎忍袂停啊。系啦，台湾地位竟然是安尼啦。啊，甲李定辉讲，李定辉安怎甲我讲？因为这足深的，台湾人无法度了解啦。你要很有耐心呐、啊，要花很长时间呐、啊。李定辉甲我讲讲啊，但是我良心上感觉讲，我不把它讲出来，我不提出告诉，因为迄当阵。整个的气氛光下，我们台湾人不可能提出告诉嘛，你们在知影无？在迄个时阵呐，无可能啦！台湾不是国家的组织，不可能啊！我讲哦，你们来提国际法庭哦，我们没有办法提呢，因为我们不是国家嘛。国际法庭哪被提出来的？哎、啊，经过安全理事会啊，甲提再让提出来呢？啊，台湾不是国家，是被提啥？所以我才经过一年。我刚讲啊好，我去选高雄市的市长。我选市长的你伫倒，因为我去选市长，我就有机会伫电台、伫电视顶面来讲。哎，中国国民党足巧的，我去选市长，封锁消息，迄届五个选，无人知影林志升选举，甚至电视转播迄边改变。伊电视转播，敢若创伫高雄市的电视转播尔尔，所以在座的高雄市的人，知影我2006年去选啊做高雄的市长的，你也去玩看，无半个呢，安有搞无？拍手，甲中共个国民党拍手，这个拍手是甲中国国民党伊搞，我选市长无人知呢，安有搞无？市长呢，市长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呢。不过我伫宣传的时候，拢伫屏东去宣传啦。所以我迄阵伫游行的时阵吼，我的人吼是几公里的长呢。迄阵陈菊甲迄个黄俊英看到惊着呢。啊，我有一个随扈啊，迄中华民国派发的随扈一定要有随扈啊。随扈甲我讲吼，你一定选上。伊个戆腿的，伊唔知影讲遐个来甲我乌烟，骑乌多摆，骑汽车的，还是骑迄个赛车的吼，拢没有选票呢。拢屏东人啊，我笑就爱笑，啊！伊去甲人打赌咧，伊讲我已经选掉了，甲人打赌5000块啦。啊，罗外在台，我阿弟阿哥，你也别问我，遐人拢无选票啦。我你目睭看着，遮拢无选票啦。啊，但是呢，我若去游行的时阵哦，滴灯火火高灯啊！啊，所以伫个选举前的一礼拜，我宣布停选，放予陈菊了。啊，我迄阵陈菊赢，再赢1114票，啊，我是二号，多2228啦。所以28，所以迄阵要提出告诉，我就用228的名，228个人共同提出告诉，是为遐来。啊，所以有的人哦。就开始跟我骂呢，伊讲啊，你都相信中华民国，所以去选举啊！啊，你选举相信中华民国，啊，你个过中华民国，其实不是啊。他推下面呢，我是因为选举，才我都找人啊来去过美国啊。原因在这呢。其实我的所做的代志，每一步骤我都有打算、到预备跟准备。当然啦，我唔敢讲。我的想法超人一等了，但是我跟各位讲，所有要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是一定有打算，跟有预备，我绝对不会去打没有把握的仗。所以我跟各位讲，上慢两年，上紧一年，台湾民进会要接到政权。我若敢一只安尼宣布，你敢看？
我就会达到。去年12月31号，我们的忘年会，我宣布讲马英九要赢80万票，有准无？非常的准啊！迄阵大家嘛震惊，但是迄个震惊的时候，大家拢心内咧想讲哦，表面上伫外面头前拢讲啊，对对对，其实内心拢在讲不可能啊！啊，算了，日本人嘛惊，台湾人嘛惊。我若敢伫这个所在讲的代志，我跟你讲，绝对是有我的把握跟有我的根据。先我讲两年，我讲你听，即摆美国讲要给台湾护照，伊这个台湾护照是啥物护照？你敢知啊？就是台湾 authority， 台湾关系法内底台湾 authority 的护照啦。所以讲台湾护照，其实这个台湾护照国鬼啥？台湾民政府都发的那个护照啦，这个护照是啥？是美国 USMG 占领下的台湾护照啦。所以中华民国已经遇到难题啊，所以他才叫他的男朋友马英九，叫他的男朋友去美国，因为他的男朋友跟他最接近嘛，很多事情会跟他报告嘛，原因在这啦。所以很多局势，很多现主席的现状，台湾人无法度理解，无法度了解。你若在咱这里上课，啊，上课以后你就会晓了解。我跟你讲，很简单的，看免看报纸。中华民国，伊若写中华民国，你敢换做台湾看看？啊，若讲台湾，你敢换做中华民国？打开就对啊啦。台湾又与某某国家断交，对不对？不对嘛。台湾什么时候跟人家建交？台湾从来没有跟人家建交。台湾退出联合国1972年，对不对？不对嘛。台湾什么时候加入联合国？是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啊。卖拢台湾啦，啊，后拢是中华民国啦。你来看，人美国明明宣布台湾护照免签证，主于西部逃办。中华民国护照现在很热门，看到贵嘞。美国当时讲中华民国护照，当时嘛，主义西部嘛安尼呢，还不是讲台湾推下面，含主义西部推下面呢？他没有讲嘛，没有讲 ROC 嘛 ，Republic of China 嘛。所以我跟美国讲啊，哈，那台湾这些人哦，你要用的力量还有很多啦。那台湾这些人哦，要跟他当了解哦，美国讲的不对啊，你要受训啊，没有受训，后摆是要怎做台湾民政府的官员？你想看卖啊？你若不来上课，假设讲你不来上课，你到今日我相信你对中华民国跟台湾你都分不清啊，你看不清啊，就是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各位。是咱开始在争抢的时阵啊！中华民国过去在台湾有功劳无？一点功劳都没有。中华民国遐农民对台湾保护台湾有功劳吗？一点都没有。保护台湾的是美国第七舰队，遐农民其实是难民呐、啊。咱个去眷，迄、那个眷村话说不对啦，应该叫做难民营。全世界看我迄难民营，去到遐水也可以。啊，所以伊若要卖，就搁卖钱呢，还是要搬倒来回钱呢？有吗？荣总，什么叫荣总？遐难民去看病，免挂号，免钱呢？大概你要看因的排队哦，你啊药啊药啊，你啊就寄去中国呢。健保绝对了钱啊，那袂了。台湾人要带一个医，都爱敲电话来甲我讲啊，秘书长啊，我想要带医啊，无床位咧，啊你拜托诶，我定嘛你帮忙者、這個，迄种不正常呢。所以，迄农民啊，迄难民啊，那卖回领健迄个健保的药啊，吼，那就健保都要起价，唔免呐、啊。
干那迄漏洞看偌大就好啦。台湾人辛辛苦苦伫做工做事，黑蚂蚁，咱是伫饲遐红蚂蚁，遐中国人。但是伊问题是，伊个面拢甲你抹甲黑蚂蚁拢同款，啊味嘛甲你同款。我是台湾人啊，卖英雄，我是台湾人啊。蒋公有国家要求啊、我也是台湾人啊。伊抹已经改装啊，甲台湾人同款，伊讲是台湾人啊。生物界，我即摆讲迄毋是故事呢，迄是生物界内底代志呢。Discovery 有演过呢，这段故事有演过呢。所以各位，台湾人一觉醒的时阵啊，所以有当想到这点哦，我感很痛心啊。但是我伫这个最后要甲各位讲，台湾民政府对未来。我开支票有三张啦，第一张18岁以上查甫甲查某一定政府送伊一栋厝，但是你若有18%，你要放弃那个18%。第二，你若即马有领助学贷款的大学生，还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台湾民政府执政，所有的贷款一笔勾销。这有差不多90万人。第三，台湾民政执政一定2年内底，东部的高速铁路分成20个段，马上发包国际标，要2年之内，2年内底要给完工，和全台湾半日游也畅通。啊，那安尼台湾就没有乡村和城市的区别。所谓海边全部开放，可以去起厝，可以去住。只有中国人在海边不会住，因为中国从以前到现在为止，都是海产去攻打住在海边的。你看人美国、英国，全世界都一样，海边的厝最盖古，因为海景很好嘛。啊，台湾人才叫中国人叫污染到。所以各位，你免烦恼台湾民政府无钱，咱从过去去用贪污的钱来提倒转来，我们的钱啊绰绰有余啦。啊，我今日吼要上课上到这，啊，咱卖下课，因为刷了新的中立吼，要甲大家致那个闭幕词。啊，闭幕以后吼，你卖着急，你先来你楼下去翕相，啊，翕相以后吼，啊，再来整理。啊，当时呢，咱有叫5架的计程车，吼、哦，排队伫遐。啊，你若要坐计程车的吼、哦，要去高铁买队拢会使。啊，有5架迄个计程车伫迄个所在。啊，我今日上课到这个所在。啊，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啊，11月23号到25号是我们今年度最后一个梯次的高级班，谢谢各位，多谢。Kitty， 干嘞！啊，一卡了就。